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我们演员的情绪还在刚才的剧中啊，所以给他们一点点时间，首先我先代表我们剧组，感谢大家今天到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人性的首演，谢谢大家。那我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我们的 Porter 的扮演者朱家燕，功夫的扮演者刘成斌。 又我们的扮演者郭靠，我们直播的扮演者郑可人，郑可人也是我们音乐剧从第一轮开始的音乐总监，谢谢他。我们的社长和东方人扮演者胡宇轩，秦子轩，超美的扮演者丁晨颖。 好，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第一次走进剧场，那么刚才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投入到观剧的中间，没有去拍照，也没有去发出一点声音，在沉浸在这个剧当中，因为我们的演员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我们的主创们一起。 在紧张的排练准备，今晚开始的这3周的演出，所以也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有一点互动的开心的环节给大家，好不好？大家这个，对对对对对，慢慢来啊！你们着急回去吗？不着急。好，OK。好，我们首先呢，今天就给大家准备很多惊喜的东西，因为看到大家诚意满满，爱心满满，写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信件给我们的剧组，给我们每一个演员。好，然后呢，我们今晚呢会从现场我们抽出，几封信，然后呢现场让我们的哥哥跟弟弟来给大家念一下，好不好？好，先抽信啊。 对，仔细的还回去再读啊。然后弟弟抽个5封吧。然后我们请我们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到台上来。我们今晚呢还会抽出2名观众到舞台上来，等一下跟我们大合影。这个。 我来，这个你们先看一下啊，这个我来抽一名。好，还有我们那工作人员特别说，就是有寄存物品的这个观众，他把票根留在那边，我们也把你的票根都收回来，都放到里面去了，所以你也放心啊。
好，哎，真的，也二楼的八排十三座，慢慢来啊，我们等一下还读信呢，你慢慢来啊。完，大龙再抽一个吧。慢慢来，不着急啊，在这边等候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人要上台。好，您念一下吧。哎，大龙麦克，也连麦克风都开一下。Hello。一楼十三排二十七号，一楼十三排二十七号到我们上门口领位，一个是二楼的八排十三。好，那么在他们过来的过程当中，先大龙先开始来接信吧。Thank you.
为了音乐剧演出，哎，就大家都懂了啊。对，开玩笑的，大家都是成年人的道理都懂。反正也不会吹，反正勿忘初心，道阻且长，谢谢。我觉得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还是未来，我觉得我们六十的音乐剧，包括我们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包括我们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其实都会不忘初心，为了这个舞台上的每一分钟，都会一样一样的坚持他们自己心中的梦想。所以希望你们今天之后可以经常走进剧场来看音乐剧。嗯，谢谢。这个我觉得就是转不直转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二楼八排一座，我记住你了。叫大锤。好，还有吗？没有了。好了，好。那么也要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刚才有抽到的两位观众到舞台上来。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啊。然后呢，我们还要请出我们这部剧的跟我一起的联合出品人朱颖先生，还有我们这部剧的导演童星宇，还有我们来自美国 Broadway 的非常优秀的编舞和演员Nicola， 他是塞维亚籍的，然后 Nicola， 还有我们的还有我们的两位即兴制作陈孝一、林卡，还有我们六十的Leo， 对，哎呦，我们看 Lacy 啊，导演，来，朱总，对，还有我们今天来自我们那个日本的尼克拉，还有哇，还有来自我们日本的南波先生，也是我们这部剧在日本的原版的制作的导演，来，南波先生。还要请出，大家也知道啊，这一次，谢谢，还要请出我们这部剧有很多演员啊，谢谢，请出我们，对，今天是首场演出，真的是福利很多，请出龚子琪。今天张开宇，来我们其他几位，对，高书建，对，高冠雄，朱亮，钟子琪，林梦杰，林听，张开宇，对，还有谁？我漏了。好，还要感谢我们的舞间团队，我们的音响，我们的灯光他们有他们，还有我们的乐队，哎，我们乐队四位老师，我们乐队四位老师也到舞台上来今天你们听到所有的音乐都是现场演奏，都是现场来演唱，所以他们真的很了不起。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一个合影，然后呢，你们要打开你们的闪光灯，你可以站起来，然后我们会从台上往台下来做一个合影，好吗？让我们看到星光熠熠的今天的首演现场。我们的戴老师，我们的最资深的音乐人贝老贝斯老师。我们的摄影师到我们的舞台上上来。谢谢我们的 Frank。 好，女生在前面，来，女生来前面。OK， 大家要站起来，
对对对，这样会看得到你们。好，这些照片回头在我们的微博上啊，大家去找自己啊。OK， 好，我们先试一下啊，3、2、1，喊一个什么呢？姓啊，好好，3、2、1，姓啊，3、2、1，姓。再来几遍。你们现在正好看在调光，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对自己就说啊。再来一张，夸张一点，夸张一点，大家嗨一点，好不好？3、2、1，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从今天开始有3周的演出，然后呢，也希望支持我们60的音乐剧。今天我们有另外一部音乐剧也开票了，叫《他爱你》，希望大家同样的支持。